在发呆啊。设计，而本次的活动呢，也是采用可回收、可再利用的概念来进行设计，希望能够减少一次性垃圾的产生。现在就邀请大家来一起搭乘我们的新美好，一起航向永续发展的世界。而在活动开始前呢，也要先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出席的长官与贵宾。首先要介绍的是教育局欧仁豪副局长。副局长欢迎。接着要介绍的是巴黎区公所林俊宏区长，欢迎区长。接着是财团法人民委公益基金会黄商珍主任欢迎。接着要介绍的是多位长期关心还有支持我们新北教育的明代也来到现场哦。首先要介绍的是洪孟凯立法委员服务处，这边我就先带过。那另外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今天平溪国小、埔前国小还有万里国小共同承办本次的活动，非常感谢你们，也请这几位学校的校长来向大家挥挥手。那另外呢，我们今天能源、防灾、石农三大主题的重点学校也在后面摆设了摊位，也请向大家挥挥手哦。那接着呢，我们邀请我们欧副局长一起上台来跟我们做个勉励，欢迎副局长。谢谢。谢谢副局长，那我们请副局长先请留步。然后这个放错了，这不是 LED 灯，LED 灯是黑色，黑色圆圈。